既如此，我辈治好，绝不客气也。先生，何所为出家？无所为。忍抛骨肉乎？人世无常，如暴病而死，欲不抛，又安可得？ 书童，书童，请叫我红衣。 红衣法师，请告诉我，什么是爱？爱，就是慈悲。书童，你曾书信于我，愿佛力加批，能助你度过这段难熬的日子。 可是你知道一个女人失去了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吗？书童君，爱哪里是慈悲？爱分明就是伤害。书童，好吧，爱是慈悲。 那就请你以慈悲为怀，哪怕回头看我一眼也好。书童，十年生死。 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长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书童，世间最深的痛就是。 你我分明近在咫尺，却如同阴阳两隔。难道世间最深的爱，就是放手吗？慈悲，不是放手，或者不放手。慈悲，是放下。